一座八卦城没有红绿灯，等到天一黑亮起八卦阵。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形如八卦一般的城市，就是新疆伊犁的特克斯县，是当今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八卦城。令人感到好奇的是，城里一座红绿灯都没有，却从来没堵过车。原来这与它的城市布局有关，它的总体接近圆形，中心阴阳位置为广场公园，向外延伸出八条主街，四条环路，环路将主街分割，形成了64卦。如此一来，环环相扣，街街相通，无论你从哪条道走，总能到达目的地。所以即使没有红绿灯，也从来不会拥堵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到了夜晚，整个县城万家灯火通明，到处流光溢彩，仿佛置身仙境一般，让人流连忘返。看完不得不感叹这座八卦城的设计之精美，布局之巧妙，处处都透露着博大精深的中国建筑智慧。关注我，更多中国美景等你来看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